持证据的同时呢，我做好了与汪小菲断绝母子关系的准备。正式宣告加入 S 汪二十号引爆的大型空战，汪小菲母亲张兰需要断绝关系，听来耸动。社会属性的角色呢，一直是给社会带来正能量的、严于律己的这么一个形象。谈社会形象同时，把炮火对准前媳妇大 S， 先前在模仿对方在灵堂的穿搭，如今每句话都振振有词。你现在的行为呢，会影响到我们祖国下一代的价值观，尤其呢是对我们的年轻人，让人恐惧婚姻。为了强调自己是有凭有据，他列出 S 汪2021年11月宣布离婚后的时间轴，紧抓早在这之前，大 S 就和具俊晔有来往，明显和离婚后两人才联系说法有出入，签字离婚和结婚的时间似乎也有重叠。再来，送给具俊晔的东西还向汪小菲名下报账，可能涉及不当得利。最后说，大 S 就是紧要公布离婚真相来威胁汪小菲。大姐，请你把我给他们购置的婚房，你大概卖了3亿左右台币。不甘被说汪家欠徐家上亿元，张兰翻旧账，需要把送给小两口的婚房讨回来。就连 S 妈黄春梅也扫到台风尾，说的就是这户2011年花2.19亿买下的176坪位于捷运象山站附近的豪宅，距离目前住的家就只差一个街口。先前曝光的内部照，奢华程度不用说，居然还有2棵造景树和酒窖。4年前脱手卖了，赚了约8000万，但再多的钱也换不回当年的和乐融融。TVBS新闻周一访张木君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